Schillerhawk, Osteohawk, Driver.我们有没有休息直播呢？我们的音质休息直播，我们一个人一万五直播，一起一百多件体量，多件体量。我们就这样，工作人员回来，出现两个点位呢，现在回来，一百毛钱，回来，那就没拆掉。 我中间就放到了那个。什么？今天执行的。21号，40号。小牛队，还有吗？大牛队还没出场，小牛队要比打的哇，小牛队打的比打的了，三分之四。21号，40号，把你拿到头上哪个？21号，40号，把你拿到头上哪？ 还有吗？明天是重量级的一群牛，你等到今天这个路亚子有一等多呢？明天放到两只一群牛，亏了，后天，双十七号天，不接着是两米零五呢，顺一牛，两米零五的顺一牛的，后天我们海报上面也，我们是昨天领先上了奖励天，挺好的，我们是两米零五的顺一牛。 啊，有两名的运动员，顺一牛呢，啊，到9号就回你们拿的了，到本场，啊，你们奖是2万，明天，啊，我要二等奖，啊，我要二等奖，两个字的，啊，我要明天一个两个字的，21号，40号，我到现场就接你们的牛了，18号，21号，40号，完了几天？ 18号、25号，把你拿到头上来。3米啊！16号、29号，左这边，左一边，8号、27号，左一边，21号、40号，听你们着急，10了。啊，要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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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三号、二十号，抓住他的后头的。十六号、二十七号，左右边，等我好，二十七号，左右边。 接下来第一轮第八组二十一号对阵四十号，这组是二十一号先进场。好，现在进场之后就来咱们摆，像八天铺的往南啊，在你几个后头这边就是了，像八天铺，我们是东侧和右边的八天铺。 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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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甚至他不进攻啊，好帅，不进攻，回击了。女主场的老牛团。第一轮这些小牛确实是，有一些有好几头不喜欢打架啊，看下来。下面的比赛应该会好一些。红头鹰淘汰赛，淘汰赛很正常。
你们讲清啊，先招的。这个问题呢？上到主讲了，有主讲。来来来，有主讲了，这样主讲。你放点，放点。有主讲，你放点，放点，你放点，放点哈。啊，回来，啊，我今天开始回来了，给报价了的。不错，第九条十八号、二十号拿了几张？第十条十六号、二十七号拿了多少枚？十一条八号、二十七号多少枚？十二条十一号、十四号。多少一杯？天堂啊，超多啊。咱们怎么说？因为一路过来的，过来听的，哎，听的，过来听。好，我们听听啊。十六号、十七号，拉的很大的。哎，这个拉比较。八号、二十七号。一只高，一只低。八号、二十七号。多少杯？第十二条，十一号、十四号，多少一杯？十八号的是看到要到了。十八号小牛来自四中的龙庆。推推推。二十五号小牛来自古城，都是四中的小牛。先进场的是二十五。别亏了，现在不是点头了。十八号什么意思？枪是换了的吗？要跑啊！哎，小演员。五一号，再五一号。小演员的这个信号灯也不准了，信号枪也不准。亏了亏了，拿起来，啊，十八斤不进攻，挣钱了。九子，你们这个吹牛的，把吹起来吹。够啊！啊，十八斤不进攻，别急了。你们怎么看啊，师傅？你们也吹牛吹来吹的。十六号、二十七号拿了几枪？八号、二十七号，刚才拿的好大的。十一号、十四号抓一百，九号、四十一号抓一百。小野牛才要打第十一组，总的是有二十六组啊，他暂时一下不会玩啊。第一轮的小野牛确实不怎么精彩啊。牛场，你看你根本都不会吧？要出就先开场的，第十要走就开进的，两毛一次开你们的不拿钱是吧？十六号、二十九号啊，十六号、二十九号。